Thank you.
上，因发觉是阮家己选择无要来挖苦你，要靠家己的力量。所以，直到阮上上外套遇到困难的时阵，阮就害怕讲主啊，你伫倒位？就是你伫怜悯的心。伫细声时阵，已经带伊个学生用伊个话语，用伊个启示来互明白上帝讲个道理。当你到伊天顶上帝个正殿个时阵，伊个时时为阮来祈祷。祝阮是好顶会有福气，会人阮通明白你。
知影，因为主教我们的，主安啦，一摆为着教，搁一摆为着圣话，你所的名所建立的来祈祷，来上帝你亲自直接来引传，你的百姓，甲你所建立的同工，甲牧师直接来向着主你所立定的旨意向前来行，从个人，从事务、俗务一切摆置，主要主你的旨意来巩固你的圣会来得到中断。主，我们为着教会像种种时间，我们有八个地教的车的客运会，注意我们地带，我们地区的所在，来享受做伙的欢喜，来享受只要做伙时光的喜乐。所以我们教会有最多青年在海外，也有在厝内、在店内，注意平平看顾。青年，因为少年时能体会上帝你的同在，在一生的中间对因来服务，把咱教会内面啊，侪侪的啊时间，注意亲自来锻炼，把咱一家所做会当利益到上帝，利益到社区，利益到每一个人的心，咱一家来发光，将来啊得到快乐。就阮为着这个世界来祈祷，等阮每一日所看见消息。看世界一些混乱，啊，世界的无平的战乱，拢是出自人一个所造成的这个国家、民族、社会的人性的冲突。所以，我们知影这是到什么时阵的事，总是我们在上帝你的旨意带领这个世界掌管这个历史，我们相信你有一个啊答案，总是我们真着。你做百姓本分，第一促成世界和平，对内到外，对国内到国外到世界，特别是阮心，爱当有上帝你和平喜乐，存在阮的中间。所以，阮为着今仔日，为这个圣会摆在你的面前，你也甲无私地带，甲每一个一家的百姓，你的百姓地带，阮所讲所听的，就伫个特别，阮也要为着。建章兄弟一来祈祷，身躯实在是无好势，祝你家庭的快乐，啊，家庭啊，伊的五万，家庭啊，伊对你也很也是啊，看过一些家，我也为着啊，挺好兄弟啊，别离开家，祝你一日啊，一路好路，我也为伊来感谢你，一个新的所在，有一个感新的感觉，一个新的心灵，甲上帝比的。一切拢是新的，阮也是拢是寄居的，阮是寄居这个世界，阮也是对别个关这个所在，注意小心，拢啊甲阮避避的，啊你也甲伊避的，就阮为教会所有身躯欠安的，啊心中啊袂当在了解所做有的，阮也用上帝来祈祷，伊讲当在时，阮就会当一切得到满足，为着。我收今仔日的信息，祈祷给你来祈祷，让他们来感谢祈祷，我们用主教什么祈祷，我们来讲，我们一天一个，我们的名字，你的国民党，你的旨意必成，你的旨意必成，我们就是下令的门徒，就是我们下令的门徒，我的传单进不去，有几万的差别看的，你们的国光的，你们的东西的时候。拜拜不起伊伫路边关地顶面，
伫香槟，伫香炮，正人啊，我叫恁，我唔识啊，就是啊。讲讲这个人啊，恁就会知捌通达的道理。如果我呀，你喜欢哪个音乐？恁就听伊，我咧讲一好的事。以后我做华的起头，对永远对日头起，未有世界的诞生，我已经设立。大山未听到，小山未有，诞生已经是我。伊建立这天，设伊王伫深渊的顶面。甲摆听着界限和水波盘过伊的命令。彼时我伫遐做师傅头，日日予伊欢喜，常常伫伊的面前快乐。恁这个囝，今着对我，因为接受我道路的真福气。听我的，日日伫我门口在等。因为找到我，就找到活命。得罪我，是害家己的性命。
咱只是要来看上帝话，伫史书第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。史书第六章二十五节到三十七节。当迄日以后，我吩咐基甸讲：“你着摕你老爸，啊，带你老爸牛来，就是迄个七岁的第二只牛，并听为你的老爸为巴力所起一段，站在岸边的插头，伫这岸石顶面，精心一个有腰花的上帝，起做一座。”将第二只牛献于烧祭，献做烧祭，用你所沾满的茶头做茶。二十七节，基甸就对伊的仆人中拣十个人，叫着亚罗巴凡有伊行的。伊因为惊白家甲本城人唔敢伫日时来行这事，就是暗时来做。城内人清早起来，我去巴力个段拆毁，岸边个山头，站下第二只牛献于新造个段顶，就提出讲：这事是自谁做的呢？因来查访以后，就讲这是约阿斯个囝。城内人对约阿斯讲：将伊个囝交出来，然后毙死伊，因为伊拆毁巴力个段，站下段边个山头。约阿斯回答：“踮伫咧攻击伊个证人，也讲恁是为巴力个证人啊？恁要救伊吗？自谁会当为伊个证人？趁早将伊来治死。巴力也是神，有人拆毁伊个段，就予伊为家己来证人。”所以迄日，人称伊连做亚罗巴力，意思讲，伊拆毁巴力个段，巴力甲伊来争论。先跟大家讲，就是唐书，有这种信息，其他会接近。让四位大家平安，作为一道来做开始。特别上台湾。我们求托，愿主帮助阮对这段圣经一条开来啊，接引阮上帝你对阮的期待，多谢你大心祈祷，我会要所祈祷圣灵。阿门。阮到的，我来到家了，差不多当半，有当讲打工，有一段时间哦需要适应。即马渐渐吼，较听有，无输你讲多咧讲啥，有当时咧，听无解清楚的款吼，就安尼可能是我讲了无解清楚，But anyway， 每一个人有每一个人的 style 啊，所以有当时需要一段时间吼，啊，一边同一边当我讲，无输你哪拢怪直接讲啊，你哪拢会讲遐咧？啊！要予人家己对号入座啊！你就直接讲啊嘛！我讲，我无迄种优势的吼，因为古早药师有一个优势，因为伊年纪较大，伊直接讲。我无迄种，嘛无迄种怪气啦，跟我的个性嘛无嘛倒袂起来。总是这礼拜我咧读一段圣经的时阵，我感觉上帝敢若有讲起来，确实爱咱直接，直接面对迄样代志。这不一定是对别人吼，这真侪时阵嘛是对咱家己啦吼。有当时啊，咱有拄到一寡代志，咱家己无爱要安尼直接去面对咱所拄到遐个代志，所以咱就想办法坐对边啊。咱为什么倒转来看一段圣经哦？因为咱看这个史书记基甸的故事哦，咱知影因犯罪得罪上帝，艰苦济寡哦，
get into a lot of trouble。啊，上帝已经准备兴起这个基甸来救赎伊。啊，咱顶礼拜看见上帝呼召这个基甸，啊，所以咱就读到今仔日这段圣经吼。啊，伊讲迄暝，讲迄暝吼，顶礼拜看到上帝呼召基甸啊，甲基甸讲足侪话嘛吼，讲迄暝上帝佫甲讲吼。讲你即马去，准备下午吼，想要讲我第二只牛我嘛唔知影吼，敢那是有可能是第二只，意思是唔是第一号的啦，唔是上界贵的只吼，啊嘛有可能是第二只吼，这无解清楚。不你那个 case 吼，你准备只牛来献祭，啊你这献祭时阵吼，伊还有一个大吼。诶，因老爸气很大，要把迄个拆掉，啊，食我看嘛真趣味吼，看两人真趣味的代志。第一，这是因老爸气很大，伊家己老爸气很大。第二，这大不是用亚华上帝，是用巴力的，所以这是专门在修，修祭哦，在献祭用巴力的这个大。上帝啊，既然讲你把恁爸母迄个大拆掉，啊边啊，佫有一个迄、那个，土地婆啊的迄、那个，迄、那个小，你嘛佮拆掉，啊用佮拆掉了做茶，啊起一个较迄、那个正式的大号，和野花上帝，啊摕迄茶哦，来做茶烧就对了，啊来献祭，就献祭的第一只，我头一个吼。我說這是老爸起的，第二，我們才發現就說，原來一方面他們哀求，求救上帝，化救人，同齊時還在獻祭給巴力，all at the same time就對了，人就是這樣，方便的時候我就相信上帝，不方便的時候我就做我自己的，所以基甸吼，伊就建伊个萝卜有十个人，可能代志真多吼，总是冇可能家己一人就当解决，啊冇可能是因为本来就无，咱看起来是敢那无，无胆无胆的人吼，所以捡十个人，哎，咱捡十个起来吼，我唔知你到多少人有十个起来，即同齐是我来看，即因老爸敢那有一地啊。伊遐会当一叫叫十个人来倒茶台，啊，因老爸敢那有官有势啦吼，伫迄个所在，大家敢那是遐个头人就对啦吼。OK， 伊叫十个人来，有照上帝吩咐去做，吼，安尼真好。但是煞讲，因为伊惊伊个老爸甲伊迄个城个人。唔敢咧，日时的时阵做这样代志，但暗时啊偷偷啊去做吼，我、啊、这嘛符合咱对伊的理解啦，伊就安尼无胆无胆，啊总是 to his credit 吼、哦，伊有去做上帝吩咐伊做的代志，那、啊、所以就偷偷啊处理吼，处理，那处理完了，第二天早起啊，大家发现吼，哎呦那咧。这，吼、哦，这是上面代志啊，是上座，啊，因调查了后才知咯，哦，原来是约阿西伊后生吼，咧基甸做的代志，啊，因就去找约阿西吼，啊，约阿西，即嘛真趣味吼，这团是伊起的吼，很多巴黎的，啊，叫人拆掉的，原来是因囝给伊拆掉的。即嘛，大家人来讲，因为甲恁囝搞出来，恁囝做个种什么代志吼？那个拍戏，啊，廖阿西嘛真出名吼。廖阿西马上陪伴巴力，马上陪伴巴力。你太会使，你是要对巴力讲话你有需要你甲报啦，伊那是真正的心灵吼，伊家己去也蛮。因为伊也是真正的心明哦，伊家己会当保护伊家己啊。
啊，你若要替伊讲话吼，这种人则颠倒是爱甲处死安尼啦，吼，颠倒爱甲拍死安尼，啊，大家煞惊着啦，煞惦住安尼。这悲观吼，所有吼，咱一开始就讲是这个故事的一个 keyword 吼，一个关键字，甲规个叙述语连起来的一个 keyword 吼，有当时伊直接写，有当时伊是干哪样看，所以这约阿西马上悲观，把嘞，这嘛不好难看了，讲真趣味的代志啊。人吼有当时会做正确的代志，但是迄个动机啦，迄个原因吼，不一定是正确。伊基本上会安尼做，是胳膊子往里面弯啦，这是伊家己后生啦吼，所以伊要保护伊啊。伊的理由唔是讲吼，拜上帝本来就对个呀，吼，本来就无应该拜巴咧，当然安尼讲伊就家己嘛说家己吹过去咯，啊嘛要保护家己啊，吼，啊，但是伊做正确的代志，讲。巴黎这闹好啦，哦，有嘴袂讲话，有脚袂行吼，拜伊闹好。伊若真正有能力吼，予伊甲阮囝，家己去决斗啦，吼、哦，伊有法度予阮囝无命嘞，哦，你嘛免出手，哦，伊是靠伊个逻辑。所以我们记得他有得到一个绰号叫做 Jerubbaal， 就是跟巴力对冲就对了，伊的名真趣味，伊的名就意思是说，只要伊若挖的就表示说巴力是假的，只要是挖的巴力就是假的，无力的，无那个鬼的。我感觉真趣味吼，咱人吼拢足够叠算的嘛，咱拢算看咱安怎对我是上解好，啊，咱讲出来物件吼，有当时啊嘛真富丽堂皇的吼，但是咱袂当占迄个功劳，约阿西伊讲的完全正确，心堂上吼，伊就讲啊，即个就差差啊。这是无效，哦，当然一方面伊嘛家己性家己水平着，伊着当这时啊搁咧拜巴咧，啊，这个时阵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为着家己的民主，为着家己的囡仔，伊呾背叛巴咧，出气，哦。但是伊讲的哦，嘛是真理啦，哦，迄个心态是正确的。应该爱敬拜迄个永远的上帝，亚华上帝。总是无讲这样，吼、哦。啊，伊讲的讲巴力无迄个困难吼，这个物件伊嘛袂当，那个伊袂当占迄个功劳啦。哦，唔是因为伊内面的物件是正确的，那是唔知安怎无丢弃，拄好走出来，啊，因伊是要保护伊个原因啊，甲伊。人吼，咱人就是一直想着，咱普通时想着的，头一个想着就是家己啊，哦，想着就是家己。这嘛是咱的信仰一直在甲咱讲的吼，看咧咱专顾外口，哦，应抓别人最中心，哦，不是抓家己最中心，抓别人最中心。咱就一直看着。抓上帝最第一要紧的意思是抓别人最重要。有做这时阵，咱拄着的时阵哦，咱嘛唔肯老实去面对这个物件，因为这会影响到咱的利益。咱今仔目标是要老实面对别人，面对家己。上较重要是老实面对。
然后是面对上帝，具体表达就是面对别人，面对自己。What you see is what you get。哦，啊，咱会当，咱会当记下家己，互别人认捌到的咱，就是咱真正的家己。那我最近真一阵话嘛，跟人分享哦，讲咱甲即个宗教哦，咱甲咱身躯边人计较的时阵，其实最常拢已经知影咱是基督徒了。那人若知影咱是基督徒的时阵，总是咱若无完全甲即个吼，规个连做伙甲表达出来，有当时安尼是足客气哦，先过客气。安尼无啥敢表达出讲啊，即个安尼，我感觉无妥当。对阮基督徒来讲，基督徒的迄种价值观，这无合阮价值观。我若唔敢处理遮个时阵哦，我敢有真正完全老实在甲人相佮计较，为着要有好的关系，我甲我的一部分暗藏起来。我想今仔这段圣经，上帝敢若嘛是讲，咱需要做这个调整。一方面，伊嘛当作是哦，咱看见讲人会惊啦，人有恐惧足侪代志。既然已经亲自拄着上帝哦，面对面拄着上帝，佫一直甲讲话吼，一直甲伊对话。伊毋是无迄种经验啊，甲咱同款啊，咱做侪人。来信主是因为咱较有迄种甲上帝三度的迄种经验，总是伊还过会惊，哦，伊还过会惊。伊若甲上帝三度，伊嘛得到上帝的恩典，哦，等伊知影的时候，伊讲啊，人就袂当甲上帝面对面啊，我竟然甲伊面对。总是我无死啊！哦，伊有得到上帝恩典，有一种亲密的经验，总是伊蛮会惊吓。伊去处理，但是上帝呼召伊讲，伊嘛分辨出来啦，伊嘛分辨出来，因为顶礼拜咱看见，伊安尼了，伊就献祭，伊家己主动献祭给上帝，所以已经分辨了，发现。甲伊老爸加分辨出来，但是上帝甲要求讲，安尼还阁无够㖏，我爱讲你倒转去处理遮，但是伊会惊，所以伊就带十个人，啊伫暗时啊来处理遮个代志。但是有当时啊，咱出去传福音吼，嘛惊惊着。唔知要怎，唔知要怎讲，唔知要怎处理啊。但是一方面，咱在对迄个咱的生活顶面的迄个价值观吼，规个甲连起来。我的价值比讲的较重要啊。咱先甲迄个连起来。啊，了后要传福音要怎传达要怎讲？哦，这拢会当得通过装备啊。那你当开最最苦哦，无论是三福来四律哦，这种是传统业务方法，这咱拢会当去学，技术性的物件拢会当用学的啦，上课会当得到。但上较重要是迄个使命啊，迄个感动，迄个使命，肯要做，迄个爱带生出来。因为我不得 Michigan 打起的时阵，伊讲，一定爱开英语班的查囡哦。啊，若无阮囡仔拢熬袂了，走了了。哦，好开啊。哦，但是啥人会来啊？唔知。结果开哦，伊老母讲，啊，无你来阮家，所以阮囡仔才走袂去。哎，反正阮第二道开，因囡仔哦，真奇哦。无来袂使啦，出人研究研究。第二学期出一个，我继续开啊，继续。因为书名无出来时阵吼，伊装逼，伊就你要好伊，
这总比书名爱行出来，要传福音无方法，不要紧。书名爱大事。我朋友讲，伊要找对象，伊就要人甲介绍。我讲你敢捌看过，你有介意啊？你若捌看介意过，无未晓未。不要追求对象，自然就想办法了。迄个书面爱带清楚，总是伫传统面顶面吼，咱有做做方法啦。哦，咱有做吼，啊，咱教会渐渐开始吼，有提供咱真侪方向，真侪选择。啊，头一项吼，咱即次会即马甲 Central Presbyterian Church 的即个做会合作，这是一个足好的机会。啊，咱。我知影咱侪侪人拜四早起都合无一定当好势，总是我嘛知影讲有咱中间有人拜四早起，迄、那个时间应该会到。啊，请咱试看卖吼，甲公婆接触朋友，咱拜四早起会当做伙去。伫迄个中间吼，咱做一种得到最最学习。伫迄个中间，咱无还未开始甲人。个人当多，哦，传压缩自己，咱就干那好使做工，哦，对遐来开始。过来九月份，要刷落即个 GMA 吼，咱新的制度的即、這个中文学，有缘要提供咱最最机会。咱各家的家长，各家的。囡仔吼，会当有计较。咱来看因是咱家己的囡仔，看遮个家长，咱是要去倒位找机会，互咱的传福音的对象，因有机会家己行入来礼拜堂，行入来教会。即我话，侪侪台湾人教会无这种机会啊，所以咱来把握遮个机会，用性命影响性命。啊，刷路边啊，对话，这个咱会当得到转变啊。开始做工吼，明仔咱开始做工的时阵吼，咱嘛会发现着讲，你会得到你想都想袂到的遐个困难甲帮助。你发现着讲，既然伊出去做工的时阵吼，我想伊上界惊的吼，唔是遐个。因那个争议的人啊，我想上届惊是老爸啊，对不？因为因老爸，不，伊老爸是偷人啊，迄单都是伊的啊，结果救伊的就是伊的老爸啊。哦，你想对不？有当时啊，出去做工吼，你伊帮衬对倒位来，你咱唔知影，想都想袂到。当这时啊，这个故事嘛，咱看见讲，咱心内所惊的吼，迄、那个巴力，其实伊无愧啦，伊完全无愧啦，真的。只要基底活掉咧，就证明讲巴力无愧啦。但是因为咱做伙来学习，咱要怎面对咱的信用？咱的信用不是，当然是予咱得到利益吼，但是不是干那安尼尔，不是干那安尼尔。咱来依赖、期待，咱会当从这个困难可以发展出来，也当影响这个咱所徛起的所在，影响咱的社区，和最侪人也当得到困难，无过得到，无过受到迄、那个。一、那个拜偶像的捆绑，会当将咱的心听较开阔，唔外靠，你啊别人最用心，你啊别人最要紧。我咱也当加做上帝的器具吼，来利益这个社会，咱也当回馈咱所徛起的这个美国，咱作为当心来。Thank you.
天父上帝，我感谢你稳定，因为你大声听我，将你的独生圣子赏赐予我，也予我拄起我心内的迄种惊讶、罪恶感、甲见笑。啊，我好胆来到你的面前，仰求主你对我的稳定，啊，愿主你帮助我，啊，我得到之前所得到的迄种快乐。我虽讲心内有冤有罪罪疑虑，总是我知影，对这圣经故事中间，我搁一遍看见主你甲我相佮同行，你已经行伫头前为我陪伴，愿主你帮助我，根据我的教会，引导我的教会，伫这个所在，我要做甲主你相佮同工来。有上帝工作为拍名，多谢你，我搁一遍将家己用心用功，同心祈祷，可以收集到圣灵。阿弥。阿弥陀佛，用这首歌来回应，咱感谢主，伊在咱的生命中间，咱就活着，咱活着，咱知影八日如何过来，我咱是在耶稣旁边呢。对进来一点我们先不见到他
啊，我们得着主耶稣基督，我们得天父上帝的疼惜，信心的帮助，啊，进大家三个字的，对，即时到永世代无尽，阿门。